福州水陆院红眼禅师上堂，大众即定。师下座，捧香炉巡行大众前，约，供养十方诸佛，便归方丈。”僧问：“离却百非间四句，请师尽力与提纲。”师曰：“落在什么处？”曰：“嫩魔则人天，有赖去也。”师曰：“莫将恶水泼人好。”